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，这是 Ojini 这边这一条街是 Geylang Road， 然后我这边这一条呢是24巷。今天要带大家来新加坡吃永和豆浆。OK， 新加坡的永和豆浆它是24小时的，然后这间店也是24小时，然后它在这里 Geylang Road 24巷永和豆浆，然后我们这就进去吃吃看吧，喝看它这边豆浆有没有跟台湾一模一样。那我们这就走吧， Let's go 去永和豆浆，它是永和豆浆油条大王，噔噔。好，进去一样要扫 QR code 哦， Safe Entry。 OK， 我们先扫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坐来店里面，跟大家讲一下新加坡的永和豆浆有哪一些东西呢？噔噔，这个它有台湾面线、油条、豆浆，然后它冰豆浆都是有糖的，热豆浆是没有糖。那它这边有给你这个砂糖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放，你要吃多甜都没关系。而且还有冰豆花、锅贴、小笼包，还有这什么卤肉饭、皮蛋瘦肉粥跟这个是烧饼，然后加蛋，还有咸豆花、咸豆浆。它其实东西还蛮多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豆浆跟油条长什么样子。好，这是我们点的，我们点两碗无糖豆浆跟一根油条，油条是1.4，然后豆浆是1.6，对，1.6块钱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开动喽。好，首先先吃油条给大家看，就是油条。新加坡油条它粉比较多，所以它跟台湾那种传统的那种早餐店酥酥脆脆的感觉不一样。好，首先跟大家讲，它的豆浆是新加坡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机豆，它的豆子是来自新加坡进口的。我觉得豆味还蛮浓的，蛮浓，蛮纯的豆浆，所以它这个豆浆不是豆粉，它是真的黄豆下去做的，然后黄豆是加拿大进口的。我跟你说，等我等一下喝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跟你讲我有没有胃胀气就知道了。他厕所后面有那个一袋一袋的黄豆，是加拿大进口的。加拿大进口，难怪我在喝这味道，这个好像不是泡的，还蛮浓的。然后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吃法是，新加坡很多人喜欢把油条配勾逼 or 口送，还有就是把油条配美露，对，然后不管是热的美露还是冰的美露都有人泡。所以你如果去新加坡的狗鼻店，那种骑楼底下那种狗鼻店，他们这边叫狗鼻店，其实就是小贩中心，是小贩中心吗？对啊，对，小贩中心。然后很多人点这油条，很多店呢有的时候很好吃的油条都要排大排长龙。如果你不知道这家油条好不好吃，你就早餐时段去狗鼻店看这间油条有没有大排长龙，就知道它好不好吃。然后我觉得这油条还好，没有到很好吃。我在新加坡有吃超好吃的油条，然后比这个好吃3到5倍。好，这边呢，这边给的糖是那种白色的方糖，给大家看，结晶状的糖。然后
度吃，所以这个豆浆可以自己调甜度。对，然后我刚刚一匙大概三分糖，可是它这个粉就没有，有那种粉是面粉是带甜味的，它这种粉没有甜味耶。油还蛮多的，感觉那个油条油滋滋的感觉。好了，给大家参考了。所以新加坡的永和豆浆整体来讲会给6.5分。好，给大家讲6.5分，还好水平以上。对，那给大家做参考喽。那我乔伊子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边给了一条街，这边是永和豆浆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喝豆浆，然后我后面呢，这边是东城咖啡厅，然后它的斜对面这边是田鸡粥，这边是田鸡粥，田鸡粥在这一条街，给了一条街还蛮多田鸡粥的，然后好像有两家是比较主要好吃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田鸡粥的话，可以来这间店串，或者是这边还有另外一家也是卖田鸡的，然后就给大家参考。所以这条街其实蛮多好吃的，它在阿君尼的 MRT 附近，对，给大家做参考喽。然后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间东城咖啡厅，我们今天因为吃饱，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来东城咖啡厅，它大概5块钱起。啊，这边有水饺汤啊，香有面类汤类，对，菜色还蛮多的，对，荷包蛋是1块钱，然后面类的话是4块钱起，对，给大家做参考。然后今天的人还蛮多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海水的水族店，海水的水族店。很大一缸哎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水果摊，在新加坡卖水果的摊位很明亮，这个是综合水果，我这边水果摊是华人经营的，所以它都写中文。然后那边还有卖花，花很漂亮。然后这就很熟悉了，跟台湾一样，它会用这种快要烂掉的水果在这边卖，便宜，全部一篮1块钱，一篮1块。的藕莱，他们叫黄梨。这个是那个百香果，这边的百香果长这个样子了。这芒果，这个叫做皇帝芒果，皇帝芒果。啊，这个是哈密瓜，这颗是哈密瓜。这是40根吗？500。哦，是。我小时候都是这样。哦，你小时候好。哎，年纪哦。这是夏威夷的小木瓜。这是放冰箱里面的。这个是台湾芭乐，还有樱桃哎，哇，这种进口的都冰冰箱。好，这间水果行后面是卖金子铺，对，这边是新加坡卖金子铺，它有用点油的油灯，这边都有。
新加坡的金子套装，还有卖衣服鞋子哦，这是烧给对，嗯哼，然后这边是神明的，这边是神明，哦，这边还有麻将、牙刷组。这是名字，然后这个是，这是拜神的，这边，这里是蜡烛，这边是香，还有檀香跟柚叶香，很多香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烟，叫做甘文烟，没有加料的。这边还有卖灯具类，贡杯，对，这边都有。这是招财果跟。神奇意，然后外面就是水果店啦。外面就水果店，哇，这是复合型的水果店，又有卖花、卖水果跟卖金子，这边还有卖这个贡品，这是花桂。然后这里还有面线，噔噔，发糕。那这边还有一家店是卖包子的店，叫做 Hogan 包，福建包，卖很多包子，8毛钱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